今天啊，老板娘为了感谢我常去给她捧场，送我一大把葱呢。为了感谢我找到师傅，师傅今天也送了一张感谢卡给我。为了感谢建案顺利通过，建商送了我一辆进口车。妈，如果老板娘不送你葱，你就不到那里买菜了吗？爸，如果你没有收到感谢卡，你就不许找失误了吗？身为警察，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啊。所以咯，我拒绝了。我还以为我要大义灭亲了嘞。爸真虚荣。